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小姑结婚？你小姑身边有人了呀。爸，嗯，你什么时候怕过跟别人抢道啊？我小姑她身边有人不重要，她心里有人才重要。儿子，你真是不懂啊！你还小，女人心是善变的，从初一到十五一天一个样，知道？啊，不否认你要是阿姨现在确实心里有我，但是，你敢保证她不变吗？况且那身边还一个马总嘛，就我们那个老板嘛，就那个不男不女的二婵，二婵成天缠的，对她百依百顺的，你想过没有啊？我要是你二婵阿姨，我都吃不准，到底两个男人我要哪个？孩子，这方面你不替老爸操心了，好吧？老爸这一生有你足够精彩，好了吧？老爸，我不可能一辈子守在你身边，你这样让我亚历山大呀！是什么意思啊？嫌弃你爸了是吧？你这是白眼狼啊！你妈就是白眼狼，你可别遗传你妈这个毛病啊！哎呀，老爸，怎么什么事儿都扯上我妈呀？你坐这儿，坐下。